阿德问老师的问题是有关这个水产来的餐花吼，除草剂是要伫个什么时间吼来喷较好？有人甲伊讲吼，爱有日头的时阵，但是呢，有人甲伊讲暗头的时阵，所以呢，到底呢是什么时间较好？总共你那是这个在喷餐花啦吼，这种啊，这个。杂草吼，这种残花草的时阵呢，那么这个当然呢有一点啊日头吼、哦，那么比如讲你早起喷喷喷的，会日爱晒这个这个啊这种光合作用啦、啊，是讲有诶这加速吼，伊、哦、会加速这个吼、哦，那么伊诶一个这个死亡啦吼、哦，所以呢，那是花香草这个。花顶诶这个残花草呢，这种呢吼、哦，咱可能尤其你像有。咱目前来讲，伫即个餐房，就是讲迄个呢，啊，咱咧用多数拢会用即个像国杀草啦，吼、哦，是讲即、這个诶加林赛吼，即、哦、种诶呢，那么即种咧喷，啊，即个喷吼，当然你爱小啊，嘛是爱小注意者啦。那么有诶人讲啊，是毋是会当卖喷草啊？即你我咧讲吼，迄呐。一大片拢恁倒下，你无臭不要紧啊！你臭要个好好诶，拢咱倒下。啊，若含人有隔壁吼，这啊是爱聊啊，介绍咧吼，这犯人徛啦，这较唔好，所以还是要稍作处理啊。所以伫即个残花来讲，残花要喷咧，那么多数吼，多数咱咧用诶时阵，大概都是在这个五日啦吼，所以你再去喷啊，喷了呢五日头通我拍诶时阵，那么即种诶这效果会较好啦。大体上哈，那么啊，这个喷的时阵就是爱注意吼，当那风作头的就卖遐骨力啦吼，即看迄个天气那无拄好啊，看卖啊，即啊会喷的，啊去喷啊未喷的就卖啊。哦，这物件啊，这有季的时阵的哈，啊那伫这个啊园林吼，因为要减少掉伊的一个这个啊这种作用嘛吼，所以呢，惊讲去哦，去伤掉啦，是虾米款吼？比如讲，伫这个像本巴龙之类的这物件吼，这通常是较下晡时吼，你转较无风，你选一个较无风的这时间，卖透中岛去遐转啦。这通常是有这个还是有这个差别吼，就是讲尽量那些晒少做些这个选择吼。那么一般咱尽量布产吼，布产唔通入去，唔通落去园林转草药啊，然后跟这真正是。哦，一定爱做到这个程度啦。哦、就是讲，有诶讲无法度啦，不然我迄样吼，我足衰吼，所以啊，这你来你那是足衰，无法度灌水，啊，这样不然就不会讲啦吼。啊，但是呢，啊，一般还是啊是真正吼，真正，比如讲像你啊，这个叫做有真济嘛，比如讲真衰啊，未掉水对吧？搞、哦、这未掉水，啊未掉水诶时阵吼、哦，这个你当然就是讲。啊，咱尽量尽平产的时阵，你都爱落去熬啦。吼、哦，你较唔免后边吼，搁落搁落用迄种搁落搁请工伫遐咧撸吼。哎、哦，其实对迄、那个对咱水稻的一个生长吼，拢较无通啊，较无通遐尼好啦吼、哦。所以，那么这草药啊吼，这自民国六十年到即卖吼，当然有变化啦吼、哦，但是呢。实际上可用的嘛是迄几项啦吼，大概就是那几个啊、哦，所以呢，这通常是这款的一个啊，这个情形。所以呢，你伫当然较早古早时代有一个已经禁掉啊，较早复古那种物件，那个当然不能用就不要用啊。起码你嘛不得背啊，嘛不能去做一种物件啦。那最主要的是讲平常得爱改这个管理要好些吼，比如像咱上普遍咧用的水产吼，门前杀草剂、丁基拉草吼，那么这个对药呢，拢效果拢真好吼。那么伫这个伊通常就是讲你爱有灌水吼，灌几工啊水啊，这个药啊呢吼，因为伫这个水底下的这个发育这款的这效果吼，那么这物件呢，这一般通常是较这个好啦，所以这灌水是最重要的。那么一般草啊，那是发用的，伊并讲伊有三片果啊，这伊两三片吼，这都草门啊，迄阵是上好处理的啊。你那是予伊
更加大片了吼，即有当时啊，都因为时间吼，还是讲落雨啦，还是啥物吼，即有时啊，唔是讲咱要去下草药啊，都啊多去下草药啊，对不？吼，比如讲有可能连续落雨啊，去淹污掉啊，是安怎啊？即已经真大丛啊，真大丛，咱通常都用白树龙、棉树龙这种吼，即伊即个门口扫草较强，即物件，但是即嘛是爱。保持一个水吼，差不多有几工吼，啊，这样咧解控制啊，都要用卤的吼，迄个做上本的啊吼。那么这个通常是这个道理啦吼，在这个朋友呢啊，一定爱小知影者吼，所以尽量唔通落卤啦吼，这落卤呢大概就很麻烦的吼，迄个真痛苦啊，所以破产都已经袂趁钱啊，搁落卤熬油啊，那真的是。哎，不是普通的一个，就是要赚钱的这个机会又降低啊。但是你无去用，佫袂使吼。啊，即马其实啊，你若是会当改这个残花吼，若是改创好势吼，即马政府咧推一个叫做银翼草这种的这物件。那么伫水稻田啊，互伊呢生甲一片，敢若地毯吼，啊，规个这啊免转杂草，啊落雨的时阵，田花嘛袂叫流去安尼吼，啊有当时啊起来啊，佫袂歹看吼，银翼草啦吼，这物件，那么即个伫田花这种呢，啊，其实也还不错吼，啊，即个会当考虑啦吼，但是这种有个人拢嫌麻烦吼，啊，那毋是做足大，其实。有诶，讲啊，草药啊，转较紧啊，搁底下咧许吼，这个大概是即个道理啦吼、哦。那么，即个看咱安怎去啊，去选择吼。即、哦、国语叫银翼草吼，咱较早诶人叫三点金啊，叫三点金吼、哦，三点金诶，豆科诶吼，啊，豆啊科诶一种即个作物，即草药啊内底吼，即民俗用药还是有用到啥？即个啊，即种叫做银翼草。盈利草，那么这物件呢，这个还是可以的啊、哦。这物件种伫这田花，啊，伊也种真敖大嘛，所以伫啊，唔过有个人讲哦，迄田花，我唔知影哦。这个田花复活的时阵，讲较袂骨啦吼，啊，有迄草啊，讲较会骨吼、哦，这我都想拢无啊。其实拢会骨啦，那为了靠可能袂骨吼，都是会滑的哈、哦。那么大概是这个情形哈、哦，所以这一当我好朋友。那么你就做姐姐了解哈、哦，这个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、哦，所以啊，咱听众朋友你就了解一下哈、哦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，这状况啦哈，真的啊是安尼哈。你需要做姐姐唱歌，嗯。